本次展览的主题叫做耀耀，就是耀眼的日光，非常像艺术家当下的状态。This exhibit marks the return of Peng Si's oil paintings to the public eye, 6 years after his solo show at China National Art Museum. They've been called a far cry from his previous pieces, but art critics were also quick to give a thumbs up. 我过去我的作品里会体现一种经典的感觉，像欧洲经典绘画、中国古代经典的绘画，脑子里面可能会有达芬奇啊，或者提香啊。可能会有八大山人，用别的东西可以去看懂我这个画，就是过去的画里总是会有别人的影子在里面。对，也可以这么说，或多或少的。对，而我今天他们都不在，只有我在这儿。当他再次出现到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啊。在现阶段看到的是他的作品中非常浓烈的抽象气质，我们在作品中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似花似水的风景，但是又完全无影无像，找不到他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在我身后的这幅作品是这次展览最大的一幅尺幅作品，在画面的底部有着非常多高饱和度的绚烂的色彩，却叠加在这种暗色调的颜色之下，好像是在暗物之下蕴含着一股非常大的能量，想要奔涌而出。这件作品，彭斯运用了高饱和度的荧光色块去表达这种茂盛的状态和浓烈的这种情绪。这次用了很多明亮的颜色。对，明亮的颜色，这跟个人心境有关系。这过去是不是会刻意规避的一些颜色啊？对，呵呵，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有个5-6年时间，我几乎很少用纯颜色，而我现在几乎也用到纯颜色的。这又发生了什么？这个变化？这还是就是你自身的生命活力，我是我个人的裁判。那你不觉得就活得很轻松、很自在了？At Peng Studio, I was shown brochures of his paintings exhibited over the past decade. His early fame, in changing styles every few years, kept reminding me of a big name, Pablo Picasso. 这个是您办展的一些画册，从2008年开始第一次办展，这是第一本。第一本，然后这个时期就是主要是男性肖像为主。男性肖像为主。男性的是那个阶段的代表，很写实哈，这个风格偏写实的。我画的男性里面都有点像自画像的感觉。您说的自画像的意思是说，因为他肯定都有模特，对，那他这个自我是怎么表达出来的？他神情所传达的出来的精神气质就特像我自己。那这张画呢，是当时那个阶段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名字叫玫瑰君子。然后你看叶子都是卷曲着，是吧？花都是枯萎的、脆了的那种枯萎的花，就是自己内心的一种茫然，但是他依然有一种非常尊贵的状态，所以他叫君子，昂着头的。对，昂着头的。那同时期还有一张也是代表作的画，叫兰客，也叫兰花的客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兰花的叶子。我有一天我就在幻想当中，我说他这么柔软又这么坚韧，他能不能承住一个人的重量？希望他承住。我希望他承住，但是他是承住不住的。你希望想在某一种事物上找到一种依靠，但是他依然没有依靠感。你看，我把青春的那种迷惘的不确定的东西表达的，今天看起来特清楚。我现在看懂我以前的话了。彭斯 majored in printmaking at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But he preferred something else. 我喜欢油画那种非常直接的表达。He learned the art form all by himself, starting by imitating the masters of Impressionism. His work caused a sensation as soon as they hit the market. 因为我确实成名很早，几乎就是26、27岁就一出来就成名了。对，一出道就到了一种巅峰状态一样的。But the market's favor didn't hold Peng Si to an artistic expression for long.
His style changed abruptly as he studied further. 我是大学毕了业之后恶补了一把这个古代艺术史吧，就好像突然发现那个里面跟我有很亲的关系，我愿意在里面待着。2014年展览完了之后，我就去开始去南方了。为什么要去南方？云游啊，玩啊，在路上也在画画。往中国传统里面再走了一步，跟中国传统的宋代的绘画、元代的绘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绘画，还有跟中国传统的禅宗的美学发生关系。回来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画了一些看似有点像中国传统绢本的那种黄黄的油画。当时有些批评家说，彭斯是第一个把油画画的像中国传统那个宋画味道的，他是有创造性的。这个也是油画吗？这个油画好中国画、啊。对，就对。你像这两块石头是我的苏州狮子林里面边上一个特别不起眼的石头。你去看它的局部的时候啊，你发现它像山水画，有山峰，有峡谷，有云，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我糅合了我当时对山水画的理解，对传统赏石文化呀这些理解。这个阶段的作品对你来说意义在哪里？对我的意义是人格的塑造。当时那个阶段，我努力让我自己的人格跟古代的文人，跟苏东坡啊，跟米芾这些古代的文人，我完全是在一个状态里面的。The change of artistic style was a process of self-exploration for the artist. So was traveling.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背着包。是要出去找自己吗？哎，对，2016年完了之后，我就真要出去找自己了。我先到贵州，到四川，然后没找着。2017年又围着西北转了一圈，好像也没找到。你这个找自己是说要找到一种创作风格吗？还是要得到一个什么答案呢？我问题是有了，我答案没有了。什么问题？就我觉得艺术已经给我带来非常禁锢了。艺术不是给人带来自由的吗？后来在哪里得到答案了吗？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有个答案。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string instrument, 古琴, was his only and most important companion throughout his journey. 不管是我孤独还是不孤独，还是无助还是什么时候，古琴都在其中。它是个声音的艺术，我到哪它都在。我去草原它也在，我去大海边它也在，就哪儿哪儿都在。It was not until Peng arrived at the Wuyi Mountain in southeast China's Fujian province that he decided to settle. 在武夷山的期间的创作呢，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中间，我尝试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艺术的表达方式和材料。这个积累对我们今天的绘画，那就是简直是致命的影响。是什么点让你觉得可以回来了？它是内心的呼唤。我那一刻明白了，我到哪儿都应该是我。我不能说到了武夷山是我，到了北京就不是我了。他是对自我的一种尊重开始觉醒了。你承认你的灵魂，这个特别重要。After returning to Beijing in 2019, Peng Si broke all the inhibitions of his past work and started something brand new. 然后现在的这个人物系列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啊，完全不一样，好像加了一层滤镜似的。对。我会强调一刻色块它在空间当中所发生的这个关系。我希望在这个蓝色的空间里面，这个蓝色是整个空间的一把钥匙一样的。那红色也可能是这样，我是从抽象那儿来的。While heavy on the abstract side, some say Peng's latest work also reflects his decades of practice in Chinese calligraphy.He has stopped identifying his creations as either Eastern or Western. It's his inner self that is in his work. 我尊重我自己坐在这儿的这一刻，我把我自己投射在画布上，是不是心里也更明亮开阔了？看我的画都很开心，是，所以我心里没负担了，就这么回事。人生，哪怕你哭，你就好好哭嘛。你孤独，你应该尽情的孤独它。接纳当下自己。对。李琼 ，CGTN， 北京。